是我们天父，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在我们人所不能的，凡是在你当中都能。因为你命立就立，所以你的能力充满了宇宙天地。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来敬拜你，因为这块地是你所立定的，求你亲自来接近这块土地。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主你的喂养，请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祷告以及所有敬拜的时间，听你话语的时间都有你同在。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接下来我们读经，今天读经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共读。来，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并不为此，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便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说我听了那纯正话语的推磨，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常守着。从前所教过你的圣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阿妹，接下来正道的题目是：当持守传下去，当持守传下去的题目是。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在这一季的当中，我们有开始在查考的是提摩太前后书。那上次我们这个系列已经把提摩太前书讲完。那在提摩太后书刚开始的时候呢，今天我用这个题目就是当持守传下去。我们知道就是说一封信的里面大概有一些的起承转合。那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啊，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做后书。那我们看到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就是它是三封信。好，那提摩太后书的这一卷书的刚开始就是说这第二章的刚开，第二封信的开始，那保罗要跟提摩太讲的重点有以下，等一下会讲到几个点。那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整篇而论，其实是在告诉提摩太说，这样的一个信仰，你当要持守，并且能传承下去。而这样的信仰是一直从他给提摩太，也从提摩太的母亲以及他的外婆那边一直而来，那这一份信仰不能失落。好，那讲到这一篇的时候，刚刚好在上个礼拜六，我跟师母去参加他二舅舅的告别式。那刚好在隔天礼拜天，也是安逸弟兄的一个见证。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都看到一些的。如果以希伯来书来讲，就是如云彩般的见证。但是这些的见证并不是一路顺遂的见证，并不是在生命当中得到上帝多少礼物的见证，而是在生命的当中如何靠上帝走过许许多多的死因幽谷。那师母的二舅我有把他的那个故人阅历那个放在上面。或许故人略历的上面，我们看到的是他舅舅虽然跟他舅妈在市场卖菜，卖了那么多年，哇，三个孩子，我们他们说，哇，每台阴道出破书，他阴道的破书写出三来，好厉害，每个好像都是读到博士。可能世间人所看到的是，哇，上帝给他那么多的祝福那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的话语，我们的话语有没有很精准，也会影响人家对我们这个信仰上的一个
等于说评估哈，因为在当场故人阅历，如果我们参加告别式哈，就是有熟悉的家人或一些朋友在念。好，那其中有一个长老他念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大的这个儿子他媳妇啊，因为之前是中科院啊，还有一些研究卫生研究所里面的官员，去一场演讲，可能一场演讲就十几万啊，他上面说哦，这媳妇就搞哎，一场演讲怎样怎样怎样。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这个部分，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在我们近距离，我们在跟他相处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信仰对生命的影响。在他三个儿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在台北永光教会聚会，那这个儿子分享说，他爸爸跟他在过程当中讲了三句话啊，就说他很感动，就说他爸爸话不多的人哈。第一句话就是他去读大学的时候，他爸爸跟他说不能没有去教会，哎，结果他就去教会，好啊，然后之后在信仰上也有了造就，然后他出社会以后搬到台北以后，他爸爸再跟他说啊，你有没有去教会哈？那他也在永光教会那里就定下来，然后继续在那边。就是说参与教会的服事。那在参与教会服事一两年以后，爸爸问他说，那你在教会的里面有没有服事？好，有没有服事？在教会里面不能不服事。之后他服事，甚至于在里面当了执事。然后他当执事之前，他爸爸还跟他讲，哦，是这样算第四句话啊，你如果在那里服事，你就把会籍迁过去。好，因为在长老教会的体制里面有会籍，有的人会籍一直放在母会，哦，都没有迁到教会去。所以我讲特别讲的这一段的当中，要讲的是说，我们如跟孩子讲的是什么话？是啊，你这个月有没有比上个月赚得更多？啊，你三年后，三年，啊，你现在有没有升经理了？你现在有没有当主任了？你如何在平常的话语的当中，看重的是什么，就会深深的来影响你的孩子。好，如果你依靠的是金钱，你的孩子也会依靠的是金钱；如果你看重的是信仰，你的孩子所看重的是信仰。那这个舅舅，他其实不是信心，不是说一开始信仰很好，所以这三个孩子都那么成功，哦，不是这个样子。就如同亚伯拉罕，他到埃及的时候，他怎么样？美乐这短姑，想要说他，你不要说你是我太太，要说你是我妹妹，不然我被杀掉，你会被抢走，哦，好，那所以这个舅舅在信仰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很多低潮的时候，有很多不见得在信仰上能够过得去的地方。可是到他生命在后面这几年的阶段，他如果有的人可能有看，有的人没有看，他做了一个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的一个比喻。我们常常洗礼以后，我们说顶好心，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说我们脱去旧人换成新人。可是他舅舅用什么比喻？原来他在生病的时候，医院那边没有病床，所以他怎么样，只好去儿童病房。好，如果我们有5岁6岁以下的儿童病房，我们都知道去过，如果住院那是什么铁栏杆，哦，就小孩子在那里啊，然后在里面。然后他舅舅在信仰上的体会是说，啊，我是一个重罪的人，然后呢，啊，我过去犯的罪，上帝哈，他不高兴，他认为我还是要被处罚，所以我被关起来了。而且那时候他舅舅说，我怎么样，我在那里我必须要穿尿布，穿尿布谁在穿？当然可能有些老人家或一些没有办法控制，可是他说给他的感受是，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重新开始，我穿回尿布表示啊，上帝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他信仰上的体会。所以其实这个舅舅跟师母结婚这十几年来，可回去看到他，他可能不爱笑啊，脸又比较严肃一点哈，然后感觉不见得很好亲近。可是，在告别式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不一样，他病痛了，他的身体他面容憔悴，他身体已经没有那么强壮了。可是你看到他的脸上，就是那种圣经所说的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
及喜乐。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他的见证就是，一次家庭礼拜的当中，告诉这些孩子，这个信仰不能放，这个信仰不能放。第二个，不管刮风下雨，他说我都要去教会，我都要去教会。那安逸弟兄的见证，我因为在场的大家大概上个礼拜都有来，我就不再说了。所以上帝爱我们，例如像安逸弟兄，因为安逸弟兄的爷爷奶奶忠心在他的面前服侍。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安逸的父亲会没有随着爸爸妈妈的信仰这样跟随着上帝，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神的恩典在十诫里面，他说得罪神做神不喜悦的事会怎么样，神处罚他三代到四代，可是守神诫命爱神的人，神祝福他千代到万代。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当持守传下去这里面，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要传什么下去，我们要让孩子看到是说我们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好，清洁的良心侍奉这件事不是上帝旨意的绝对的一件事。什么叫绝对的一件事？如果你说我在侍奉当中我有没有良心的侍奉，好，那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保罗曾经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用清洁的良心侍奉，这是一个侍奉者应有的心态，但不是我们用这个去说你有没有良心侍奉，你有没有良心侍奉，你有没有良心侍奉。因为保罗这里说的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得以称义。我们来想象，如果保罗用他这种那么认识神，那么敬虔啊，知道神那么多的学问哈，就说他以前虽然有开教，很多也是讲上帝。如果他用这种标准来为他每个弟兄姐妹定罪或评量他们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得到上帝的接纳和喜悦。可是保罗自己是谦卑下，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所以第一个，我们用清洁的良心侍奉这些事，让我们的孩子看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有忠心的儿女，有忠心的儿女。好，所以这在这里很重要的就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传下去的，让孩子看到我们有用清洁的良心来做侍奉。那第二个，我们有看重上帝所赐的恩赐。很多的弟兄姐妹像牧师在邀请或牧师有看到有能力的时候，或者真的有这项恩赐，你来做什么啊？不要，我不会。你说不要，我不会啊。严重一点，过分的谦虚叫什么？叫虚伪。好，那例如说，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人家很感谢我们啊，谢谢你，真帮了我很大的忙。哪里啊？不要这么说，哪里。其实这时候我们荣耀都已经接受自己接受下来。当你说哪里，人家已经感谢你了，已经告诉你这些事。第一个，我们就大方说，是的，感谢神，让我有能力帮你。是的，感谢神，让我在这件事的上面，能够陪你，走这一段路。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放着不用，就好像把钱埋在地上。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说主啊，你看你给我的钱，我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神要的不是没有减少，而是你有没有利用这样的恩赐去服侍其他人，去祝福其他人，让神给你的是越来越多。我指的不是说我们信这个神，神让我们的财富一定越累积越多。我在这里所讲的是恩赐。当我们用恩赐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也能够让别人生命当中看到神给他们的恩赐，然后进而学习你
那你学谁？你学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会医病赶鬼，他不是别人。耶稣基督啊，可以来改变人的生命。好，那我们学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别人也从我们生命当中得到这个学习，让更多的人用上帝所赐的恩赐来祝福啊，更多更多的人啊。所以这里我们要传下去的是，我们是看重上帝所赐的恩赐啊，并不会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说我有好处我才去做，我没有好处我不去做，而是我们有没有在恩赐这件事上，我们用一个心态说，是让主使用我，我在这里仆人尽职。好，那第三个是不能胆怯的侍奉啊。那还有句话叫什么？惊惊安怎？惊惊未着，未着顶，还是讲未着一顶？好，就说怕哈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一个成绩或一个到好的名次哈。我们不怕的原因，不是在于我们的能力有多少啊。那牧师常常人家在跟人家分享一些话语的时候，或许人家有些肯定的地方啊，我第一个说归荣耀给上帝，感谢上帝。但是第二句话我讲的是，不是恩赐，不是才能，那上帝的恩典拿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胆怯的侍奉，是我们的侍奉是神的力量同在，是神的智慧同在。我们的侍奉是知道我们在侍奉什么，是知道前面就算有前主，但是呢，耶和华是我们军队的元帅，耶和华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不胆怯的侍奉。好，所以在这边哈，可以看到哈，就说我们不胆怯的侍奉，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是敌基督的，是如果我们胆怯了哈，我们胆怯了可能被他吞吞噬。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不知道电视新闻有没有哈，因为有时候我喜欢看电视的新闻报道，但是有时候没有时间，在忙的时候那我就看网络的新闻。有提到一个女孩子，她喜欢做一件事，什么？潜水。但她潜水，我们潜水有浮潜经验的人，你潜水去那个去看什么？有的看珊瑚，有的看小丑鱼哈，有的看这些。她潜水都看什么？都看鲨鱼。她都看鲨鱼，说看鲨鱼不会被吃掉吗？他不会，他说他潜水这样十几二十年哈，而且是他的父母开始啊，然后他非常关心哈，他在那个大堡礁是不是啊，在那里他发现很多鲨鱼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他说我从来跟这些鲨鱼相处的时候，我从来不畏惧他们，而且90%以上的时候是鲨鱼畏惧人类，是鲨鱼畏惧人类。好，他就说你下水的时候，他说你下水，你所有的动作千万不能让鲨鱼感到你在畏惧。当你在畏惧的时候，鲨鱼就过来，哦，你比我小只，你应该是可以成为我的食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旁边圣经说的这些魔鬼撒旦如吼叫的狮子，要吞噬这些灵魂。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面前我们胆怯，还是我们不害怕？我自己的外公是德国狼犬的训练师，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真的很会训练狗，然后德国狼犬在我小时候我也怕得要死，每次去外公家最怕就是德国狼犬。可是外公叫我健身，他说你看到那狗你就只看他眼睛，你不能让他感受到你害怕，一害怕或者你拔头腿就跑，然后他就马上就扑上来。所以我们遇到这个世界上敌基督的力量，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或者这个世界上挑战我们信仰的东西，我们常常是拔腿就跑，还是我们是不胆怯的侍奉？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好，所以彼得刚刚我念的那段经文，在彼得前书5:8，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
失的人。好，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好，那爱你没有惧怕，如果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好，约翰一书四章18节。好，好，这里所谓的爱没有惧怕，我们可能怕这个事情很麻烦，我们怕做这个事情没有能力。爱你没有惧怕，当你想要得到他的灵魂，当你爱他的灵魂已经胜过所有一切，你会为他的灵魂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好，所有的代价。好，那我们要让孩子们看到我们不胆怯的侍奉，接着下来是不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你有说，你会说不会啊，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怎么会以福音为耻呢？怎么会以福音为耻呢？那在圣经的里面，好，马可福音的里面18章，耶稣曾经用很强烈的语气说，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他的把这人当作可耻的。好，把这人当作可耻的。好，所以保罗看到在那时候耶稣讲这个话，因此在他的罗马书1章16节，他也在这里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我们常常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以福音为耻和刚刚说的有没有胆怯哈，有时候是一体两面。有时候我们可能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没力气矿嘛，好，试试看，好像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啊，病急乱投医或者死马啊，当作活马医。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这个神是你确信的，你为什么不敢大声的宣告？你为什么不敢让人家看到说，是在我生命里面，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我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好，我也会一样，就是说高举啊耶稣基督的圣名。昨天在跟青少年他们在聚会的之前哈，那我们里面那个玉成啊，玉成就是那个淑萍的孩子，好，来到这边，我就跟聊天嘛哈。他聊天当中哈，然后他就我就问他今天做了什么事啊，问完他也说啊，那牧师你今天，我说哦，我今天要去光明国中，还要去一些的国中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刚好今年牧师当家长会会长哈，那礼貌性人家来了啊，那礼拜六我要去拜访人家哈。好，然后我就说啊，景星是11月25号，他说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对啊对啊，也非去不可哈。然后玉成现在是国小5年级还6年级哈，啊，玉成就说哦，牧师你是另类的家长会长哦。我说另类的什么意思？我知道当家长会长都要很有钱，好，所以你是另类的。我说对啊，对，我是另类的哈。哎，但是我马上我就跟他说，所以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感谢主，让这间教这些学校2000多人，竟然他们敢选一个没有钱的会长，好，哎，但是这个会长呢，他可以帮学校做其他很多的事情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在世上，当我们说要做光做盐，我们说我们要带来影响力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他看重的是你的地位、你的权势、你的金钱，但是我们是可以用神给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公义，甚至于让人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种盼望，这种刚刚我所说的平安以及喜乐是无人能夺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以这个信仰福音为耻吗？当人家所分享的是依靠钱财、依靠能力、依靠地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好，所以以弗所书6章19节到20节，保罗这么说，他请求以弗所的圣徒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所以保罗在这个当中呢，他让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你让我在这个世界上，让我知道说什么是我应该要看重而且要高举的。但保罗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就要彼此代求。所以他请以弗所的圣徒帮他的，就是为他祈求，让他得到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他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道。好，但你们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保罗殉道，那提摩太呢？好，提摩太他最后在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他也是殉道。好，所以这些神的仆人在当时的时候，他如果以世界的观念来讲，可能是不得善终，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好又敬忠的仆人。好，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最后这个结论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当我们在与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好朋友在分享生活分享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分享多少 percent 的信仰。好，我讲的一个意思说，是你那群人，你是基督徒，你分享的都是美食，你分享的都是旅游，你分享的都是工作上要如何往上爬，你分享的是如何教养孩子，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当中分享这样的信仰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是如何指引引领你在每一天的生活，那这个比例占的是多少。好，所以有没有让孩子觉得说你怎么什么都分享了，就是没有分享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那你可以说你是没有以福音为耻吗？好，那接着下来按一下机会。好，往下往下啊，还是他跳出来往下一个标题按往下，那有往下的镜头。好， OK。好，那接着下来哈，就说你有没有让孩子知道说，我们的得救和蒙召是我们走向圣洁生命的开始。好，我们往往在我们受洗以后，或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不自觉的，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做件事，等死，我们在等着进入天堂。我们常常在受洗以后，我们说是我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然后开始基督徒什么都不做，就在等死，等到那一天上帝接你。但是很怕，我很怕那天上帝来接你的时候，你说我已经在某年某月某日买票了，上帝看了说，不是啊，你那个是预售票哦，就说你还没有来兑换。所以我记得三个礼拜前，王明的长老来这边分享的时候，基甸会的长老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们从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受洗的开始，是我们从那一刻不是我们信仰的结束，而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开始。而这时候呢，之前上帝跟我们说，你要不要这一个救恩，你要不要这个救赎，我们要的时候因信称义，我们得到了，说是我们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好，我们相信了，我们得着了，可是接着下来我们才是付代价，听得懂吗？这不是我们付了代价，付了很多代价之后我们得到了在天堂的门票，并不是。好，而是说用一个讲法这样讲，好，你受洗的时候或许你拿到了一个类似门票的东西，但是现在开始要做的事叫做奔行天路。所以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奔行天路的路程的当中，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到那一天的时候是在那边，就如同
圣经所说的那该打的仗，好，我已经打过；那该跑的路，我已经跑过，好，为的是要得到从神而来那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我们信仰生命是不断的继续的，或者更加的活跃，还是我们让他们看到的是，哦，我们已经受洗之后，我们妥当了，我们已经搭上这班车了 ，OK， 没有问题，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得救和蒙召这件事，哈，很重要，好，所以在约翰一书哈三章九节到十节哈，这里有说。凡从生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好，这个行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你有没有愿意去做神所悦纳的事情，哈，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姐妹的，哈，也是这个样子，哈，也是这个样子。好，那接着下来，哈，就是说，好，那当我们这些都做的时候，哈，那我们知道圣经明明的记载，耶稣基督会第二次的再临，就是耶稣基督会再一次的来。接这些属于他的儿女哈，来去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好，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件事哈，主在临的时候，你跟我们是拿什么东西来献上？好，我们拿什么东西来献上？在旧约约书亚记，好，约书亚。他要接棒，他要从摩西的手上带这些的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很惊慌，所以他向神要了一个印证，说神啊，我现在把一个羊毛哈，哦，放在沙漠的当中哈，哦，那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羊毛是湿哒哒的哈，哦，啊，就是要神做不可能的事情就对了哈。哦，好，那我就相信你就是这一位神哈。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去要去找合理的解释啊？有没有人晚上哈，啊，那个突然哈，啊，那个喝醉酒尿急去外面哈，啊，就撒泡尿在上面，所以他湿湿的哈，啊。那我想约书亚他也不是不会求证的人哈，啊，他应该拿起来的时候他知道哈，啊，他而且那个羊毛毯它不是湿，它不是。略微湿，好，如果一点点湿，我们可以说那是露水，好，淡露水，它是会滴水，是整个那个浸润，好，湿润的这一种东西。所以这时候约书亚领受的是刚当强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以至于在攻打耶利哥城，在迦南地，好，各个支派得到这些封地之后，这些的百姓。他们开始生命当中，就像我讲的，他们原本都是属神的百姓，可是后来生命的当中可能做了不同的选择。但约书亚在他的族人的面前，他的见证是什么？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说：“为这些缘故，我也受了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说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哈，这句话就说。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生的当中，保罗所持守的、所得到的、所拯救的这些灵魂，他付上的代价，这些的仇敌在世上都要打击他，都要让他灰心丧志，要让他丢掉。但是保罗说：“我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就是说，主啊，你知道这一对才是我宝贵的，其他的。健康你拿掉，财富你拿掉，什么你拿掉，
主啊，你知道哪一个是我看中的？因为这个是当时到最后我要献在你面前的。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写的说，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跨乎写说或做他所交托我的。为什么保罗看中这些东西？因为就是上帝跟他说，你在世上这是你要做的，你要去救这些灵魂，你要去传福音，直到地极，直到那日。好，所以如此一来，保罗心自然就开了。原来我受到逼迫，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正在这个世界抢救灵魂，正在让这个世界在周末的日子所要奴役的这些的灵魂，他一一的把它抢救出来。好，所以之后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甚至我们看到说，他跟提摩太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好，也都要受到逼迫。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丰富恩典的时候，好，我们要小心的来检视，是来自神的祝福，或是来自魔鬼的诱惑。好，在这个当中，要如何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好，所以最后，好，最后我用一个经文做结束哈，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好，二十到二十一节，在这里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再念一次：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弟兄姐妹，好种子要撒在好的土里。如果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把福音的侍奉交给我们，而我们是不是也将我们的人、我们的全人，包含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灵魂，我们完全的交托给神？好，我们信靠他，我们相信神。就如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能够保全我们所交托交付给他的。所以在末后的这个日子，弟兄姐妹，我们要将最宝贵从神那里而来的持守，并且传下去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牢牢地守着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善道，而在这个当中，你告诉我们，我们的能力是不足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说，从前交托给我们的善道，我们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牢牢地守着。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受感动，让我们天天的与他亲近，天天听他的话让他知道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要教导我们所有的事情。如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保惠师就是父因耶稣基督的名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所以主，我们恳求你天天用你的话指教我们，使我们信仰的生命茁壮并且传承下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